眼下最火的节目是什么？想必非跳水节目莫属了。不过对于宅男们来说，比跳水更好看的恐怕还是跳水的人。这一会儿来一个素颜女神，一会儿来一个加紧女神，想要夺眼球，女星们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招牌是不行的。所谓技术不够装备凑，这位女星们就在自己的泳衣上下足了功夫。前段时间刘雨欣的粉色爆乳泳装想必是赚尽了观众的眼球，随后这位同一条布料极少的黄色性感泳衣，别具风格的青花瓷立刻把刘妹妹秒杀。而在新一期节目中，女星间的泳衣 PK 战更是硝烟弥漫，这位同弦子亮片泳装再度展示了两人的丰乳长腿，随后出现的黄圣依阿萨更是大秀美背，毫不示弱。对此小编不禁疑惑，这是跳水节目呢，还是泳装体态秀呀？优酷娱乐播报。